那么还要提醒大家，本场比赛分数最低的一组选手当中会有一位男嘉宾成为本场的危险选手。那接下来上场的02号的三人组是哪三位呢？我们请乐乐来为我们介绍。乐乐，来，让我们来看看他们。他们就是北舞校花清晨、影视星星李菲儿，还有极限舞者白露晨。当然我们先来看看看他们的短片。大家好，我是金晨，我热爱舞蹈，一直梦想这一刻能用舞蹈将我的甜美青春谱成如花般的旋律。我是李菲儿，我演过帅女郎，演过便利店女生，尝试人生不同的领域是我的梦想。人生有梦想就要去竞争，这样才不会有遗憾。所以嘛，舞动奇迹，我来啦。我是90后极限舞者白露晨。汤勇哥和小 S 热情推荐的，他的名字叫做白露晨。我认为舞蹈讲究刚柔并济，柔才是我内心最刚毅的剑。舞动奇迹，我带你去体验巅峰时刻。我们是史无前例的不要命族。我觉得我在这里边就是一个底座，扛大山的。左边托举了青蛇，右边托举白蛇，我连休息的时间也没有。如果两个女朋友真的吃不消。白蛇、青蛇、许仙都是外国老师过来编。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有外国的动态元素结合在一起，特别精彩。我觉得它不单单是跳一个舞了，我觉得是在演一段戏的感觉。情绪跟表情那个神态，我觉得太难了。他们俩难度我觉得比我大很多，不停的举，不停转。昨天他是转了直接晕倒，我们才得以侥幸收工回家。只要是腰上能用得到的动作，全都给我加上了。从上面翻下来，应该是手撑着，然后胸先着地，但是胃先着地了。昨天就砸下来就特别特别疼，我从来没这样疼过，太可怕了。接下来02号三人组，我们的金晨、李菲儿和白露晨为我们大家表演的是我们家喻户晓的爱情传说《白蛇传》而改编的《千年之恋》。
辛苦了，所以最后把金晨给关起来了。哇，累不累？累。开不开心？开心。我发现从这个《天鹅湖》啊到《白蛇传》，他们动物界好流行那种一男两女的故事啊。哇，这个故事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美国来的编舞老师来编，但是编的是一个中国传统的一个古典的故事，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我们看老师有什么点评。没错，这样的编排方式也是前无古人、因为中国的故事让西方的手法去，它会碰撞出一些特别鬼魅的感觉，我非常喜欢这个作品。但是说到我们的艺人们哈，金晨跟白鹿晨，你知道有我们这24位艺人他们多么的羡慕和嫉妒你们，因为他们两个是职业的舞者、是职业的舞蹈院校毕业的，所以他们没说哦，他们筋开腰软，他们可以这样那样、但是你们不要那么骄傲，真的，在杨老师眼里，你们两个的表演对我来说有点像温开水，它没有，它很纯，但是没有味道，没有激情。你只是很漂亮的把托举完成了，很漂亮的下腰了，但是那份激情我没有看到。打个比方，青蛇出来的时候，李菲儿她从来没有跳过舞，但是她出来的时候那种情绪，眼睛里充满了那种邪恶，因为她是青蛇嘛，她嫉妒白蛇，她那种状态全出来了。其实我们要的是这种东西，因为舞蹈是可以慢慢练出来的，但是那种情绪是与生俱来的，所以希望在这一块你们要多加努力，因为你们两个我们对你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们基础在那里，好吗？啊，杨洋老师，三年不见，你学坏了。为什么？你现在点评好麻辣、啊。不，因为他们都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真的严师才能出高。爱之深，责之切，真的严师出高徒。OK， 那下面哪位？志坤老师来。刚刚那个是超震撼，这个是爆震撼，我相信真的是。你还是你本人，志坤老师，好甜哦你。然后，但是老师要给他们一点意见了、才第一集，真的，我想要多我相信是这样子，金晨跟李菲儿进夫，OK， 进夫非常好这样子感觉，我想因为第一集的关系嘛。可是这里头啊，除了今天下午晚上的那个邪气比好一点的那个情况，我觉得今天晚上要夸一下我们的白蛇。刚才亮相那一刹那，真的把所有的人都集中在白蛇的那个优雅、然后两个人对比相当的高。我比较遗憾的是喜仙，我还是觉得在这个双人舞这个过程当中呢，伤害了整个舞蹈的编排，那有点不完整、不完美，同时看起来很困难，不是很容易的感觉。那么你们真的是不要命组，你们把你们两位女孩子，即将把她交给不可信任的一个男孩子，很重要的。当一个双人舞的舞者的男孩子，如果你那个脚不扎实，你不能像一根钢铁般的一个柱子般的站在地板上的时候，对你的舞伴来讲是很可怕的。我想在往后你一定要更加强，因为你功底非常非常的好，好不好？加油。好，谢谢老师。谢谢。但是我说实话，我从我的角度看起来就很厉害了，各种托举，然后包括那个什么那个手撑在腰上就这么转呢、然后站着就砰一下就举到这儿啊，我都觉得已经很棒了。那么我们看看评委老师的这个，但是这不是舞蹈、不是舞蹈。对，你刚才说的那几项都只是技术、技巧而已、它离舞蹈距离太远了，因为舞蹈它不是只是比如说你的条件有多好、你的腿有多高、跳得有多高、腰有多软，都不是、舞蹈不是自由体操。我特别想特别问一下小白，因为我不知道你对舞蹈有多少认识，或者说你对舞蹈有多少爱，但是我作为一个这么多年跳舞的演员，我觉得我有必要想劝你一下。我觉得你第一你确实条件好，就依你这个条件在北京舞蹈学院去也一样是宝，对吧？但是我觉得你不要太过于去只是去展示你的技术技巧，因为那样的话，如果技术技巧没有情感、没有生命、没有你的灵魂，你都没有意义，你明白吗？你的动作就没有意义，苍白的。所以我特别期待小白，你通过这一次啊舞动奇迹的这个比赛，能够日复一日的，能够经过不断的训练晋升。我期待你下一次啊，下礼拜你的作品能让我看到你是一个真正的舞者。谢谢老师。好，谢谢。那么我们也希望呢，他们这支舞蹈能够拿到不错的分数，因为确实是非常好看的一支舞。我们评委亮分的时间，请亮分。评委请亮分。周志坤8分。杨洋9分。沈培毅8分。最后得分
8:33，恭喜我们02号的三人组。那么他们是不是你心目当中的最佳三人组呢？大家可以编辑我们这个选手的编组号，比如说02和加上你的分数发送到10669588208。当然呢，也可以编辑我们喜欢的艺人的名字，加上你要打的分数，发送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号码，那么就有机会获得马来西亚沙巴岛豪华双人游以及金立音乐手机和糖系列。参与方式，请看短片。